小狗跑不了了。然后晚上有狗肉吃了。抓走就不是你的了，有牵绳不抓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人牵着了就不会抓。哦，这样子哈、哦，啊，有牵绳就不抓，你看一下，一路上找。哎，你看一下哦，你现在要养哦，今天抓了好多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就是没有牵绳子出来是必须被抓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只要不牵绳都全部抓走。哦，这样全部抓走哈、哦。对对。哇，那你们三个就出来这样子抓，今天抓了好多只哎。对